太姥山在哪里？太姥山位于福建省东北部，在福鼎市正南，距市区45公里，约在东经120度与北纬27度的附近。相传尧时老母种兰于山中，逢道士而羽化仙去，故名太姥，后又改称太姥。传说东海诸仙常年聚会于此，故有海上仙都的美誉。太姥山为胶西与福鼎、霞浦两县所有独流入海的溪流的分水岭。该山脉山体主要由中生代火山岩、花岗岩构成，山体蕴藏的矿产主要有铅、锌、银、镉、明矾石、石英岩、高岭土、玄武岩等。太姥山区种植茶叶始自唐代，由零星栽培发展为大面积生产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太姥山茶叶生产发展迅速，人民政府鼓励农民开垦茶园，发展茶叶生产。